大家好，我是 Amanda， 我们来看10月30号、31号以及11月1号，也就是星期六、星期日以及星期一的星座运势。运势最好的星座，恭喜水瓶座的朋友，透过规律的运动能够增强我们的体力。射手座的朋友如果还单身的话，可以留意一下会有闪电恋情的出现。处女座的朋友有机会跟家人共度悠闲的时光，调剂我们的身心。需要留意的星座提醒双子座的朋友，最近可能饮食方面要多留意，避免肠胃的不适。母羊座的朋友跟合作伙伴之间可能也会有一些意见不合的情况出现。各星座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的数字是3，颜色是白色；土象星座的数字是8，颜色是橘色；风象星座的数字是7，颜色是紫色；水象星座的数字是9，颜色是黑色。